好，欢迎陈教授、陈副校今天来参加我们第二届的陈峰创作交流展。想要问一下教授，今天逛完我们这里这个环境之后，有什么想要跟我们大家来创作分享一下的？这是我参加画展里面哈规模最大的，水平最高的，而且哈这个在学术界、教育界来讲哈，这个所有的我们讲学院派的哈里面的作品呢、是非常的精致经典的，所以说这次我希望说，因为海峡两岸我们讲，我们尤其是水墨画哈，因为同一个根源走来的了啊，但是呢，两岸分治了五六十年以后呢，每两边都发展了不同的那个路线，因为我们呢。我们说实在，中国地大物博的，每个地域啊，你说陕北或者都东北或者江南，每个地方创作都地方都不一样。你说大陆的大山大水，台湾的山明水秀，一样可以创作。所以说这次能够参加这一次这个海峡两岸教授啊艺术联盟的陈峰那个画展啊，我非常非常荣幸，也可以在这边。而且最重要一点，建国科技大学。对艺术的艺文活动啊推展的非常的不遗余力，尤其许文龙许教授，还有那个林清静林教授啊，都是我们认识很久的，在我们艺坛来讲都是响当当人物哦。今天来这边哈、当然因为我们建国科大也办得非常好啊，所以说这个我今天能够有荣幸来参加这个展览，非常高兴，也祝展出顺利圆满成功。各位嘉宾身体健康，一生愉快，谢谢。也要麻烦陈教授再多多支持我们的交流展哦，谢谢。